进屋了，进屋了，小七、小金、奥斯卡，快点的进屋了。奥斯卡干嘛呢？奥斯卡，你不进来？奥斯卡，啊？狗呢？这都越狱了吧？又跳出去了？奥斯卡，不是你搁这干啥呢？奥斯卡呀？啊，你干啥呢？装化石呢？搁这儿？你一天你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？你怎么净出幺蛾子呢？这一天呢？你整这一出干啥呀？跟我俩玩铁窗泪呢，搁这儿。哎呀，你还知道出来呀？你在这待着得了呗，你在这过年。怎么的？还敢跟我俩叫唤？这一天我看你是不是要挨揍啊！我赶紧回来。跑啊！这家给你能耐的，你还飘上移了？你咋这么厉害呢？这屋子一共就这么大，我抓不着你啊！你跑有用吗？你跑啊！以后你要是再不听话，我就把你变成一只狗。还有，不许顶嘴。哎呀，你还来脾气了，小傻子。